不是。谁？我发的。你发谁的？咱俩的。不接电话，换一个。下象棋呀、啊。换一个，换一个。喂，哎，咋了？会下象棋不，马神？大多数啊。啊，会下不？直播呢？直播。你别直播，我能玩。你会不会下你就完事，你会不会？还行吗？来直播间给我看看怎么下。来直播间给我看看怎么下，快点，我急需场外援助。等会儿啊。南方的秋意，北方。记住这个害行。这座小城啥意思啊？你现在他们说你说不行呗？他们说你不行，你得看看，你看看行不行？你看看这个局面，我应该先走个什么？我是红的，我他妈知道你是红的，你知道就行，我不怕你不知道嘛。我看看啊，你瞅瞅，你瞅瞅，你这是走过的吗？你这根直接认了不行吗？没，哎，我没走过，哎呀，我没走过，我这就刚开始，哎呀，按错了，就这个局面。你看一看，他这个就是残局，你知道吧？哎，我姑姑咋走一步呢？按错了吗？那你这没法走了，刚才直接吃足啊！啊，那没事，下一把，下一把，那这把，这把。等会儿有延迟啊！有延迟，有点延迟。有了吧？有了，直接将。按哪个将？炮啊，直接将啊。炮吃四啊。炮直接沉底枪呢。右边炮，然后沉底是不？啊。行。他炮下来了。大炮下来了，你直接直接吃的是，直接炮吃的是中间的炮呗，啊，是中间的还是刚才走的那个炮？就刚才那炮啊，直接吃的是。行，刚才那个炮，刚才那个炮直接吃的是。他妈把我爆吃了。那他都走完了。攻，那就只能攻卒了。兵往前上，将军是不？这把重开，我5块钱一把，你看着办。你上歪买吧，你上歪买。行，好，行。场外援助不太行啊。我上个歪歪，他说用微信不得劲儿。花开有谁？街道两旁黄树叶。
惊鸿一瞥，相见不知。没事，我先把题给他打出来啊，我先把题给他打开。喂，我的象棋大师在这呢。哎，行，象棋大师，来，象棋大师，这现在走哪个？你等会儿啊，我看一眼。这步，来，马往右跳，将它。就一个马，马跳往右，右上角，将它。行，我看下一步他咋走啊？我那你那有慢，他将往左边挪了。我看不着，等会儿啊。这玩意儿啊，炮去中间，炮去中间。哪？右边那个炮去中间。那我要到我的炮下边呗。哎、你就走吧，我这象棋大师你就来吧。行，象棋大师，炮被吃了，啊，吃了，车下底，好，这样跑了，车下底了，我看看啊，我这猫比你们颜值太多了。猪拱啊，往右拱啊，猪往右拱，行，对，被这样吃了，来跳马，往左下角跳，往左下角跳呗，啊对，马、就是、往左下角跳到四那一排是不？对，跳四角，姜子军。将跑了，我看看，哎呀，先跳吧，我应该往右下角跳。不是象棋大师，我别，我看看，那个狙直接那个将的平着将的，走到那个老帅底下，找老帅底下将的，往前走一格是不？不是往前走一格，左横着走，往走到老帅底下。走到四旁边是吧？对，向他横着走四格啊，行，然后他将又往右边挪了一下，象棋大师，车再往右一根姜的，车再往右一根姜的，就跟他挪呗。你先走一根姜的，他那挪还是给你吃了。他这样把我吃了，还把我炮吃，把我车吃了。哎呀，吓一跳！挪一下炮赢了，炮挪一下赢了，炮往右边挪呗，挪到马下边是吧？挪一格姜的啊，马炮呗啊，马炮了，马炮直接赢了。哎呦，行啊，象棋大师啊，还有象棋大师，行，再来一把，闹呢，跟你再来一把，行不行？象棋大师，我找着人，这都有水平，象棋大师，我看看啊。啊，这局简单啊！我看看啊，这个。那简单，你来还是象棋大师来？这局直接炮神里啊！我看看啊，炮神里不？我想一想啊。啊，想一想，思考一下，不急，就这么几个子儿。
和局有说法吗？没有，没有。和局我那和局算输，和局算输、啊、看着了。要一个区城里，你先，你看看啊。你不能走兵，走兵就让人将军了，走将军两下就死了，直接驱神里，要不就炮神里呀。你得，我看看，你得驱神里，先驱神里，驱先将军。对，确定啊？对，将吧，将了，将往前跑了一格。看一下啊，分析一下，不行，还得炮神你。你这工兵，那你再磨一步棋，让他回去。别，我想想，别着急啊。然后我看看啊，你看看啊，别着急啊。不是，你再磨一步他。然后炮沉底，然后你炮沉底，然后这波你炮沉底，你这波炮沉底不让人双枪了吗？他咋双枪啊？你炮沉底没枪了，他狙直接枪你啊，然后主拱一步主你不死了吗？啊？没事，你炮沉底，炮沉底呗。啊，炮沉底。行。他车怎么跑了呢？他车，我看他跑车跑哪去了？把他是吃了？不吃他是将他车直接去中间将他就将他老将，车将啊将他不是是那将横着将横着在这四处的赢了横着走一步没事赢了，没事赢了，下一把，亮哥，可以啊，明天只能明天再来了，行，我先撤了啊，你撤了，撤大门了，再见，象棋大师。啥也不是，你看你，啥也不是，找了俩象棋大师，直接结束。现在应该干嘛去啊？我跟这老头下棋就下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应该再去搬砖。老头也是菜逼，我们打的就是菜逼。现在去银台市场搬砖。如果不工作，很快就会挂逼。现在怎么搬砖？怎么搬？3:20了。大妈。完了。去找 JK 小姐姐，搁哪呢？小姐姐，我现在有200块钱，哪有 JK 小姐姐呀？地图，去工地，这都走不了。人力资源市场，去公园逛逛啊！去公园逛逛，去公园。这怎么呢？乞丐都是生活所迫，可怜人，能帮就帮一把吧。呸！我圣母心泛滥，施舍别人。我先退出，我不帮你也不帮你，因为他没告诉我多少钱呢，他也不告我要给他多少钱呢。公园前面篮球场我就不去了。废铁，发现废铁，拿去卖呀、啊！
这有个绿色的，这个感叹号，这说明什么？公园逛逛，完成任务给了20块钱。啊，射击气枪，打气球，5元10发子弹。那我打的气球有啥用呢？5块钱10发，那我就打一下试试呗。击中粉色气球，怎么击呀？哎，啊，明白了，这不随便击吗？神枪手，这哪里是粉色？这不粉色吗？小卖部废品回收站，我先把废品卖了。套圈儿，我不套了，套啥呀这？小妹儿，你怎么天天要钱呢？给5块钱吧。人缘又加一了，给5块钱吧。天天要钱搁这儿。废品，关门了。先吃饭呢，我看看现在我饿不饿啊？啊，饿了，饿了，吃点东西吧。哎，你们也下象棋呀？观棋不语，瞅着没？观棋不语。辅助了呢，怎么？现在有点饿。我们先去吃东西。别送我谁啊？辅助一把，来把什么辅助？辅助。女枪，来把寒冰辅助，生命源泉我就不点了，来把寒冰辅助，挺好，就这样。快点，我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广场舞大妈接到任务，广场舞大妈可以放松心情。我先不能放松，我现在要吃点东西。另外，今天还没搬砖呢，一堆纸箱，拿走。哎，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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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几个纸箱，拿走。女厕所。女厕所不能进去啊？那男厕所能进去吗？啊，先去吃东西吧，不行了，饿坏了，人现在都已经抬不起头了，马上晚上了，坏了坏了坏了，快点，有没有炒面给我来一口？可以可以，煎饼果子来一个，煎饼果子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套。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好，这游戏挺有意思的。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
集结力量的领袖为人称颂，但我们却忘记，只有团结和统一本身才最重要。买十套能跟小妹儿聊天儿，行，关键也没钱呢，没事儿，每天我们就薅那老大爷的羊毛。全军出击！我出身贫寒，和所有弗雷尔卓的人一样。又出错了？没出错呀、啊，这冲击力吗？别急，打起精神来，面对寒冰血脉。别急，我梦见一个。别急，往下走，别着急。这也抢不到啊，算了。来了。耗点盐，加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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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呗，减速，哎，扣不着，减速减速，卡视野，你就不能别这么极限吗？早点加不行吗？这血你也那么死呢？回家，我拿个二十块。没事，我死不了，小问题，他追不上我。减速，追不着了，别追了，追啥呀？回家女神之乐，他也没给你加上啊？对呀、啊，他就没给我加上吗？打我呀！打死我呀！三姐妹。我们已经无敌了，请赐予我勇气，让我这装备一除，请赐予我知识，让我看清真相，直接无敌。宝贝儿，谁的瞎当啊？怎么死了呢？生命蛊惑人心，这是至高无上痛苦的妖物。减速。你不会带来痛苦，而是屈服。我不出去。我不像那女枪似的，没事闲的，还出去打两下。我打他，我减速他了，给我杀！减速，再减，飞！你就打死，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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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你再杀一个，减速！快走，快走，快走！螳螂有翼，赶紧走！啊哥！啊！有闪，我就应该杀完直接走，我都不应该信这女枪能再杀一个，你知道吧？和所有神明，阿瓦罗萨诉说着一个事实，它是我们团结统一的梦想。An ally has been slain。太卡了，猴哥。指引我，所有人都不卡，就你卡。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卡呀，老哥，这条弹幕也是你发的，太卡了，猴哥，这条弹幕又是你发的，就你一个人卡。快速行动，先发制人，便可一战而胜。你没有发现你说一遍卡了，压根儿都没有别人说卡吗？什么原因？请指引我们。
我就不明白，你说一遍还得说一遍。我的部族将为北境带来。说一遍卡不理，还说一遍，你这到底会不会补兵？你好好补行不行？点你。你们这后来卡子都不是真的卡子，都起哄来着。减速。哎呀！啊！减速透点烟，没事，换了，换了，可以换，赶紧来一个，来个 PD 海。我订阅的主播开播了。后台东西有点多，我给你多关点儿。Steam 商店退了。我手握着真兵之弓。这个 Steam 叉了。这个酷狗退了。这个歪歪退了。这个网页退了。这个斗鱼最小化了。退了，就剩仨了。弗雷尔卓德将迎来和平，由我亲手铸造。照亮我们的飞一下，螳螂，减速。弗雷尔卓德需要统一。完了，他跳弹打了。等着他跳弹下来，减速。减速。加快脚步。没用。嘿，减速。这螳螂为啥先生 W 呢？我都奇了个怪了。这来个人，来个人，这螳螂这英雄都先生 Q， 他怎么先进化 W 呢？这人呢，若我的死能取代，就请赐我部族的长久。不升 W 你咋腰闪？哼，合着是针对我来的。只靠我们俩出行。等着我呢。我是弗雷尔卓德人。家人和部族就是一切。现在得赶紧升到七级，把这 W 给他整满。我跟你们说，这螳螂啊，小心这螳螂。首先我们这里插个眼，其次我们这里插个眼，这样这螳螂就赶上不了我们了。所有弗雷尔卓德人，再插个眼，插到这里。啊，没眼了，没事，不用了。减速。一场配得上弗雷尔卓德的战斗。减速。你怕啥呀？你咋那么害怕呢？减速，减速。耗点盐，好吧，你他妈干啥呢？你这谁呢？
的温血人，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我一不小心就杀掉了你。不能来，螳螂没在旁边。给你看看，没有。我这视野现在整这么好，他上哪来呢？他来不了。我吃成塔皮吗？160。先出啥呢？这寒冰，这寒冰先来个黑切吧。阿瓦罗萨是大家先来个黑切，因为弗雷尔卓德人都是又一点。带破甲上路0-5。帝国指令一会儿再说吧。魔切黑切，魔切现在没点满呢，不合适。中，变沙漠干辣，点点，我给你挡着 ，nice， 嘟嘟嘟。挡不住。女枪跑太快了，想给他挡他挡不住。中，没事，我们俩先把塔拆了。我给你插个眼啊，小心点，撤一走，回家了。先出魔切还是先出黑切呢？先出黑切吧。又一点，他有破甲，先出魔切又退又没破甲。这是我必须完成的誓言。上路让人压4级呀、啊，没事儿，你那一个这个笨逼没用。荣耀的卧底背后是个千刀万枪的巨兽，侵占我的中路，凭狂野的坚韧和能风暴的耐力，剑术。减速，射，减速，飞 ，nice， 减速，耗点盐，闪现减速，跳弹，减速，得了。减速，再把这螳螂有点克我，我不太敢往前上。赞美千珏，有烈双子。减速。减速，哎呀，没减着，点你。
点数点怪头。快走，那螳螂不知道搁哪，快点回家。溜了。没事，这中路我走，他们推不过来。将一统弗雷尔卓德。减速，啾啾！哎呀，烦死了这螳螂！真恶心，这把要没螳螂就好了。整老破螳螂老能突着我。快点给我升个级！这俩人搁我面前，我都没法杀。减速透点盐。这都先手不了，这鳄鱼没参团，没有人儿啊，旁边儿啊，这没人。很明显螳螂来了啊，扫一下，跟我中团一下呗，行不能不能跟我往中路团一波啊？那螳螂像个鬼一样，这鳄鱼还狂上了，这鳄鱼这鳄鱼狂什么？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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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鸟，哟，射歪了，闪现减速，你亮你马呢？你在那亮啥？你亮啥呢？你这亮啥呀？减速，你不亮啥呀？你很狂啊，推上来个人推上塔，那是一个关于失败的传说。我推吧，我推都7块钱，哎呀没个人，你说先把上塔推了呀，完了，我要死了！螳螂来了。神与灵指引我们，但我们的生命快溜，属于我们自己。Shut down。我们皆为同亲之亲。快来中，来中团一波，赶紧的，别磨叽，那螳螂过来我一个射，
减速是啊，点点减速点盐，减速减速，嘟嘟嘟，顶呢？减速，少减速，减速，减速。我等我兵，那边也死了吧？中团中团，快中推！你们推，我回家。魔切了，微妙的平衡点。带团啊！我欢迎的。我开始了。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哎，减速！容许众人分裂，我们是一家人。减速，给我上！哎，减速，减速，减速。来人丢丢减速，哎是啊，减速回家了。倒是很多人向我发誓减速，我操，哪来的能打大龙吗？俩人打不了吧，费点劲吧。原来是丁人，有点啥呢？想想啊，嗯，帝国吧，帝国指令。整点眼儿吧，兄弟们。嗯，这螳螂在野区都生孩子了。我将让他们看到寒冰血脉。减速，中，减速，别让他们杀我，给我给我救救。闪现了，哎呀，上路来人守一下呀，吃粑粑都赶不上热乎的呀，你说这人都哪去了，打半天游戏呀，出来团呢，这鳄鱼就干他，减速，那蕉叶怎么开始瞅上了呢，瞅啥呀，减速，减速，刚不挺能的吗，蕉叶，减速，后点，减速，减速，闪现，减速，减速，小龙，小龙，小龙！寒冰血脉，唯一的结局。继续前进。减速，减速，你直接下。他们家都没视野，回家好闪，你瞅我射中个人都没有人瞅，别他妈去了，快回家，
回家呀。在北京，伟大的族长被称为丈夫，除了母亲，谁又有资格在战争中拿人命当赌注？我给你看看那螳螂。那螳螂跑去抓杰西去。哎呀，操！能抓我？放过来！带来和平，射！哎呀，没射中！减速！减速！哟，减歪了。那么装备吗？他们家其实一点视野，但是没办法。这对眼夫，一不支援，二不打团，三没啥用。四还没空，减速。你说这下路怎么二造啊？都没人管。失败了。整个辅助还老得守塔。累不累？哎，这团战可以打呀，怕啥呀？那满血不他妈往这上，还等残血上呗？打大楼！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冲到多近的地方。大龙啊！过来呀！过来打大龙啊！看啥去了？真累呀、啊！没有视野，赶紧打！打不掉就投，这多大点事儿呢？快点的，磨磨唧唧的。整个他们五级大师还没扶住呢，操你妹的！开头问他妈中单能不能辅助，你跟我说你别中我塞，怎么三八六是大傻？来点啥呢？这出个香炉。我很少对人起誓，香炉没用。很多人向我发誓。出大青鱼吧。小龙，快！又不回家。没事，我视野给你查好。先把螳螂的被动绑上了。我来poke。
我来控个点点速点速，队友呢？救一下救一下，耗点盐减速点点奋逼。来吃兄弟们，喜欢在这儿回城，擦，反应还挺快。推完上路赶紧中推，推一个鸟，没事推中武器死死不管。我们去查眼啊，我们去查眼，别给我点信号。第一个人查这儿啊，第二个人往这儿查，一定得知道对面的动向。减速！你个小莫扎拉跑过来干啥来了？要后来了！减速！杀不了！还有飞怎么杀？你除非把他飞断了。他也想烧就弄，弄烧就让他烧。减速！可以撤了。我他妈是你！我的母亲暗夜战斗与赴死，都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将战斗，我也将赴死，为了给所有阿瓦罗萨人更好的生活。可以打，减速，可以打，中，没中就减速，再减速，再减速，再减速，点，减速。杀后边，减速，减速，减队友呢？哎呀，家没了，一下不堪的呀，就完了，全死了。先来个小青雨儿，多米尼克，阿瓦罗萨女神，我自称听到她的声音，可我听到这波先去大龙，你们去小龙，快点回家，这也没多少血，回回都是这个交月，你知道吧？回回的，每回都是他，赶紧打，赶紧打！每回都是他一等。
快点，小龙！回家干哈去，小龙啊？减速，减速，重，减速，减速！哎，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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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回家，快回家，回家！螳螂，直接来个这个。都将加入我们，这是阿瓦罗萨的意志。减速取最高不绝甲，那个减速刀没用。我这都有减速了，我还要减速干啥？螳螂走了，视野给你摆好。可以团中，团中，武器上，来，减速重，减速飞鸟，减速我卡了，我鼠标飞了，减速飞一下，杰西回家，你回家，我们几个推。你不用回家，你在那等着。减速，减速，减速！你千万别我捡着你，捡着你就死啊！减速，直接上去杀，杀完游戏结束，赶紧一波，大家快点，别折磨我了，我要下降级。